感觉今天这个灯光总觉得丑丑的，总感觉奇怪。感觉这个灯光不太对位，有没有觉得？确实你来得非常快，可以说是非常快，但这个灯光还是有还是没有，还是把灯光关掉吧。嗨，现在我爸我妈他们在外边看春晚，然后我在房间里面跟你们直播。谢谢蜜桃三星饼干的秋天奶茶，然后播一会儿吧，因为我寻思我已经很久没有开直播了。除夕快乐祝大家，然后播一会儿。谢谢空调成太郎的红包，我凭什么春晚小品我都没看呢。然后刚刚，然后现在外边正在放，但是我没有看，我这不想着跟你们直播呢吗？除夕快乐，终于看到会动的我。确实这两天因为跟爸妈一起，就是开直播的时间就开的比较少。谢谢 PX 张94，谢谢你送的红包。不要，我不要跟他们一起播。啊，谢谢你看人家多懂事的拜年，刘贤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，祝大家就是除夕快乐，新春快乐。谢谢你看人家多懂事，祝你新年快乐，万事顺利。对，和家人一起直播简直是太尴尬了，然后我就找了一个房间里，这是我们租的民宿。谢谢荣波的拜年，谢谢你，祝你新年叫什么来着？心想事成，不劳而获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，是这样的。今天拍照漂亮照片吗？其实拍了几张，但是最后我就只发了一张，因为其他的都不是很好看。我不是发房间里了吗？发了一张。谢谢给我晕车药的师傅，我给淄博干啥子？你干啥子？我妈突然进来，不得不说，好尴尬呀！也别的没发吗？就是谢谢给我晕车药的十个红包，刚刚的，谢谢第六神宇宙的拜年，谢谢刘贤在这里给你拜年了，祝你新的一年暴富，对，虎年吉祥。真的，我对你们是什么？我就怕你们出生了，就怕你们出生。谢谢蛋饺饭的娃娃然后你们看到你们的屏幕界面有没有一个红包，什么抢红包的一个什么东西？我反正我点进去我从来没有抢过，每次都显示来晚了，我现在不知道这玩意儿真的能不能抢到，没更新啊。好吧好吧好吧。然后我刚刚特意嘱咐了我爸我妈，我让他们正常说话，因为我们家里说话属于是扯着嗓子在说话的那种，就是我们一定要大声的说话才行的。我说你们正常说话，不要大声的说话。除夕快乐，除夕快乐。我觉得现在这个点开直播的人应该非常多吧。昨天抢了100个鸡腿，这么厉害！我每次都是来晚了，来晚了，来晚了。哎，嗨，我确实挺久没直播了。我上一次直播是什么时候？上一次直播是我在家里的那一天，然后之后就没有直播了。一周前可能吧，按照往常我在家里我肯定会天天直播的，主要现在没办法，现在在外边，然后我跟我妈睡一个房间，就是我没有办法偷偷直播了。谢谢零一闲聊一单推人送的红包，哇，谢谢给我晕车药的拜年，谢谢你，就是祝你新的一年再也不晕车，就是坐车不管坐多久都神清气爽，这拜年就非常实在了这个祝福。什么王者流行战队？我听说的是好像我们战队赢了，然后谢谢诸葛大力的红包，第一天好像是赢了，然后后面我后续没怎么关注。这两天确实就是要玩就玩实在的。谢谢空调成太郎的金吊坠，谢谢。然后今天可能不陪你们跨年了，然后跨年就要跟我爸妈一块，然后开不了多久，
然后我想着是叫什么来着，能开就不错了。因为我想的是能开就不错了，因为我家也那个叫什么来着，难得聚在一起。对，但是现在还早嘛，现在才9:30都不到，对不对？对的。然后今天下午直播的时候光线非常好，然后本来想说这么美我就多直播一会儿，结果没想到才播了几分钟，5分钟不到吧，然后就被我妈叫走了。唉，可惜了可惜了。明天有机会然后就带你们看海吧。明天谢谢阿 k Spring 的红包。明天，但是这两天三亚在下雨，昨天今天一直在下雨，然后昨天好像也下雨了，然后明天不知道会不会下雨，天气预报说明天还会下雨，我就希望不要再下雨了，珍惜假期。但说实话这个假期也没有怎么玩。然后我在三亚，我现在觉得最快乐的时间是什么，是我去逛街买衣服的时候，我真的连逛了两天，就一直逛一直逛，然后最后买了3套衣服，就我以为我能买非常非常多，但没想到也就只买了一会儿，只买了一些，就买了3套衣服。什么，我那天发的是库存看海，那天发的不是啊，是那天拍完我就那个，拍完我就发了呀。谢谢乌冬，谢谢来往乌冬的舞狮，谢谢你，这舞狮真好看，粉色的，谢谢你，祝你新的一年顺顺利利，祝你新的一年心想事成，祝你新的一年那个大吉大利。看我照片衣服那么凉快，对啊，因为我这两天在三亚呀。谢谢荣波的舞狮，你看这个舞狮，就希望你新的一年胃口好，身体好，心情好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，对，就停不下来了。你看这个舞狮，我发现它要舞两遍，真不错。然后在爆竹声中，谢谢大家的祝福。对啊，没想到吧，今年是我第二次来三亚了。但是这一次说实话我觉得没有上一次好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上一次是跟朋友们一起，我们可以晚上，我们的作息都很接近，然后我们可以晚上了再出门，然后我们还有话聊。现在跟爸妈一起就是我阴间作息都给调阳间了，就人很累，然后也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，就蛮无聊的。谢谢 Lucky 的舞狮，希望你新的一年学业顺利，开开心心的。然后希望你那个叫什么来着，步步高升也感觉怪怪的。总之就是希望你就是，叫什么来着，学业不要有压力，然后身体健康。谢谢韩金龙的金轮，你这个名字有点绕口啊。谢谢你的拜年，谢谢你拜年，祝你新的一年多来看我。对，祝你新的一年多来看我。好吧，说正经一点，就是祝你，哎，天哪，祝你新的一年越长越好看。就是脑子里已经没有这个祝福语了，就人的脑子真的就是转不快了。这个指甲就是为了去海边，然后我说我不做指甲，我妈说你去吧，然后我妈她去接了个睫毛。然后我那天我又去做了个指甲，做了一个蓝色的，哎，我的就是这种蓝色的，跟我的衣服倒是非常的搭。什么？别说了，我嘴唇肿了，我感觉我就是那天我吃那个东西，我也不知道吃什么，肿了几天了。你知道我现在的嘴就跟肿的要死，特别难看，我都不敢拍照。我拍照的时候，我都是要用美图秀秀。把我的嘴给那个推一推，因为真的很肿。这都还好，侧面看更肿，侧面看整个我嘴都是凸起来的，就是直接这么一个状态，就是前两天更可怕，前两天直接是这样肿起来的一个状态，就跟唐老鸭一样翻出来的。就非常非常的肿，非常非常的肿，丑，真的丑，非常非常丑。然后现在属于一个就是笑不出来的一个状态，就整个嘴就特别的肿，对，难看，
但是其实我这本来就有唇珠，本来就有，然后叫什么来着，本来就有，只是现在非常明显。波及这几天会更新吗？会吧，应该会吧，我想。但这几天说实话没有怎么吃东西，过年感觉我好忙碌，也还好。哇哦，谢谢中统粉丝猪八天的拜年，谢谢你给我拜年，不对，现在应该是我给你拜年，就是希望你新的一年就是财源滚滚，然后工作顺利，然后希望你新的一年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开开心心的，不缺钱花。谢谢想和托福分手的十个虎娃娃，谢谢你。午夜饭没有素菜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午夜饭，年夜饭我们没有年夜饭，因为我们今天出去吃了火锅，然后现在就是在家里吃瓜子儿。这次竟然说呢啊，有吗？有这么多话吗？我说话不都一直都是说祝福语，一直都是这样的。圆滚滚，财源滚滚，不是祝你圆滚滚，是祝你财源滚滚，真无语。年夜饭是火锅，因为我们现在在外地嘛，就是不在家，在家肯定是要做点吃的，然后现在在外地就没有办法做吃的。白切鸡鸭子，什么赚大了？搞得像我给别人送祝福就送得很敷衍一样。我回成都了，然后又出来了，然后现在不在成都，过两天再回去。对，我出去玩了，然后我还做了两次核酸才出的门，不然我出不了，因为上海是那个。上海带新号嘛，就我要做两次，牙齿要去北京弄，要去，我等开春吧，开了春我就去北京弄牙齿，好烦啊！我现在就希望我的嘴能稍微不要那么肿，可能就是昨天还是前天，我也不知道是干嘛，然后到这儿从嘴，然后到这一块儿，整个都是肿的，就是一整个填充了的状态，非常丑。然后只能靠 P 图来挽救。除夕快乐，祝大家除夕快乐。然后我真的有好久没有直播了，我现在都有点生疏了，对于直播这件事儿。然后这两天作息非常阳间，所以晚上还是蛮早就睡了。我感觉大家是不是太久没见了，我都叫什么来着，都已经习惯了，好怕大家见到我习惯了。对，旁边有人，确实旁边有人都还好，怕旁边有父母，旁边有父母我这真的是不行，我真的不行。以后会不会有阳间直播？以后不一定了，不好说，我回上海就不一定了。然后叫什么来着，叫什么来着，哎，突然感觉没有话题讲了。我想想，我这两天我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这两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我这两天过得非常的平淡，非常非常非常平淡。什么明天是正月初一，黄历说适合上剑和充电。我感觉我别说上剑，我感觉我 B 站直播播不了了。最近吃的怎么样？最近吃的就还行吧。对啊，我弟在外面，我弟跟我爸妈在一起在外面，然后我现在自己在房间里面直播。逛街就是晚上去逛，然后去了一趟夜梦长廊，然后去看了个日落，结果就然后就没了，没发生啥，啥也没有，就在酒店里，然后一直都在路上。对，因为我现在这边就是夏天呀，今天还有点冷呢，今天大概是23度还是多少度，今天还有点冷，昨天前天才非常的热。想看看我买了三套衣服，这是第一套，然后另一套是那个黑色的那个吊带，然后还有一套我也没穿过呢。了解一下我的审美，我的审美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审美。我是穿什么，我穿衣服第一选择就是，第一不能显胖，然后第二不能显黑，第三要显得我没那么矮。对，这就是我的要求，没有别的要求。在这三个条件的基础上，最好是能好看一点。高了快30度，天哪！哎，我这个烟花真的是很烦。天气预报明天最高18，我看一下明天我们这边大概是多少度？大概是
27度，谢谢大 SY 大 SY 大 SY 的红包。对，真的很烦这个烟花，关键是这个烟花，你说我听说好像就是好像还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，不给我们礼物，就是放了就放了，就没有礼物，没有鸡腿。对，谢谢一夜之秀的巧克力。明天闲战队要打八强了，有什么要说的？明天就打八强了，就是我相信你们的能力。闲战队这个名字啊，我相信闲战队的能力，我相信你们，就是拿出你们的以往的水平，大杀四方。对，谢谢果粒橙的橙送的红包。然后我现在这个头发怎么说呢？就是一团稻草，现在已经彻底变成稻草了，就是一个黄不黄，金不金，奇奇怪怪的颜色，反正就是，嗯，我还是喜欢下午的光，下午的光好看，下午的光就是非常的漂亮。然后现在房间里的光就不是很好看了，明天看吧，明天看我在那个，如果明天有机会白天的时候直播，那就最好了。然后就说到我弟说我那个梗王，说我是超级梗王。我说你在哪儿听说的？他说抖音上面的人说你的。我说啊，然后他说对啊，因为我弟天天玩抖音，他就玩抖音，然后在抖音上面搜刘贤，估计就是一些 MC cut。 然后我当时心想，哎，太好了，还好我弟不玩 B 站。对呀，就是 B 站还是没有那么全民化的，因为毕竟我弟还是小学生嘛，小学生还是看抖音看的比较多。嗯，早晚能看见，那再说。唐僧和孙悟空那个辩论 MC 应该就是那个，反正就很尴尬。然后他给我妈看，我妈还搜，还搜了，还去关注我的抖音，我就发生了跟瑞杰一样的事情。让他下口袋给我送礼物，那不行啊！我弟还小学生，根本没办法送礼物，还实名认证就过不去。哎，我这边我拿着手举着，就感觉抖抖，总感觉抖抖的。而且我这两天吧，我在海南，我啥也没吃，但是我胖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在成都那几天，我吃的还比较多，我竟然瘦，我现在来了之后，竟然还胖了。什么玩意儿，我弟肯定不会相信我抽烟的。不要让中间商赚差价，对，是这样的。反弹可还行，真无语。我觉得可能就是，可能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就是该长胖了，前段时间吃的，然后现在给长回来了。羡慕弟弟的姐姐认识很多美女，你也想要一个认识很多美女的姐姐。哎，你这话说的就是属于有点低情商了啊。意思就是你不羡慕我是个美女，羡慕我认识别的美女呗。那你去找别人吧，你去找别人，正好我在我这儿，你不需要认识很多美女，去打开口袋全是你想认识的那些美女，除了我。谢谢 Max777ZZ 的那个虎娃娃。喝咖啡，对，你知道吗，我们现在住在海棠湾，就是三亚的一个乡村里，村子里，我们订了那个民宿，感觉又被骗了，非常贵，这段时间酒店民宿都非常贵。然后我们住在一个乡村里，咖啡都点不到，这附近没有咖啡店，这附近没有咖啡店。然后你买什么配送费都要5块6块7块才起送。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谢谢第六神宇宙的红包。我自己带点，我怎么带咖啡啊？主要是因为我们想着在海棠湾住，然后我们可以去玩玩水。有可能是因为过年配送费，但关键是这边真的很偏啊，这边就是非常偏，然后就是啥也买不到，我想喝咖啡都喝不了，我就只能每天狂灌水。谢谢优越的红包，谢谢你。总之就是非常的贵，然后今天买了汤圆，然后明天我妈早上起来要煮汤圆吃。宝婷在哪儿啊？明天 N 兔杯八强直播，你跟我说一声呗，你在口袋房间里，你提一嘴我，然后我去看。喝水喝胖了，应该不是胖了，应该就是水肿，嗯，应该就是水肿。
因为我拍照啥的没有感觉到胖，但是我称体重确实重了。你们吃饺子，我们成都这边的习俗是早上起来吃汤圆，就代表着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圆就是财源滚滚还是什么，反正就是团圆团圆。到现目前为止一把都没输，确实我知道你就是实力一如既往的高水平。对，团团圆圆，谢谢飞鸿雪泥七八的红包。吃抄手吃不了啊，我现在海南也吃不了抄手，长的体重都是水，这几天胖不了，最好是这样。然后到时候回了成都，然后待几天，我倒要看看到底会不会。我今年比起去年前年，然后在过年的时候已经收敛很多，去年前年真的吃很多，而且还喝饮料，去年喝一点点，前年喝雪碧，今年是真的一点饮料都没有喝。什么和张怀瑾战队相遇，张怀瑾家也很厉害，什么抄手云吞，抄手跟云吞很像，差不多吧，就是跟馄饨差不多，公演上这点差异看不出来，看得出来吧，穿衣服应该挺明显的，就穿衣服应该能看得出来，就是你胖了，衣服大了还是衣服小了。张慧锦说可以打哭，什么打哭，他倒是过来打我呀。抄手像花儿，馄饨比较像花儿吧，哦抄手确实。谢谢南方兰州的梅花，然后还有什么来着，最近真的没发生什么，就挺无聊的。如果你们来三亚的话，我就推荐你们就是不要买衣服，你就随便带一身你平常穿的短袖短裤来就行了，然后来三亚当地买衣服，是三亚那个步行街，叫什么三亚步行解放路步行街，三亚风情街楼下，什么衣服都有。我这次来三亚所有衣服都是在那个步行街买的，是全都是地摊货，但是非常好看非常好穿，就穿完你觉得不好带回去的你就扔掉，然后好带回去的就带回去。谢谢湖人总冠军的红包，免税店买东西便宜不？其实还好，我觉得没有很便宜，而且很多都缺货哎。最近这段时间我去看了一下，好多东西都买不到，而且没有我们上次去便宜了，可能因为人太多了。对，我们这边东北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多，我们打车然后点外卖，一打开外卖列表全是东北菜，然后东北麻辣烫、东北家常菜啥的，锅包肉什么什么溜肉段儿，非常多。但就怕明天下雨，明天下雨就比较烦。东北第四省，确实，海南这边东北人太多了。对啊，我现在在三亚，东北人的后花园，确实。这边全是东北人，免税店神仙水，但是我没用过神仙水，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啊。但据说神仙水不是油皮亲妈吗？我是个干皮，超级大干皮，我感觉可能不适合我哎。然后，什么来看锐评？我哪有什么时间给你锐评啊？我就直播，我说话哪有什么锐不锐评啊？哎，我觉得现在就是，那天我在我的 B 站视频看到一条弹幕，说我无事不评，无物不评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我觉得很，我很纳闷，就是我说一个飞机餐，我说啊，这个飞机餐好吃，这飞机餐不错不错，这个就叫无事不评，无物不评，以后就干脆别说话得了，我说话我张嘴就是在评锐评评论，啊，我闭嘴好了。那我现在说啥你们都是锐评啊。我就今天我说过话，哎，我今天吃了一碗面，我今天上了一趟厕所，然后就刘贤又开始锐评了啊，我就别说话了呗。对，我觉得非常的无语。谢谢雪溪地黄霞，谢谢你的拜年，希望年新的一年就是发大财暴富。我希望我当然希望他们是个梗，我希望是个梗，这样最好。当然这也还好了，就是说我评你评锐评啥的，我也没有觉得这没有，我也没觉得这什么不好的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
几个合理的句句跟你说我火了，我火了啊，对，是这样的，在你不在的这一段时间，确实人就是火了 ，red 了，比起曾经确实是 red 不少，但是你要说火吧，确实也没火，咱要谦虚一点啊。谢谢威迪的舞狮，谢谢你，就是祝你接下来的一年，然后少点烦心事，多点快乐的事，然后少一点，挫折，多一点顺利。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就是觉得我刚刚说的就是很有道理的人，哎，一人给我一杯奶茶吧。就很多人就说刘贤啊，刘贤无事不平，无物不平，张嘴就是锐评，天天除了锐评蹭热度还会干什么？然后我现在反驳就是，哎，那我以后就别张嘴了呗。我觉得以后我就别张嘴了呗，反正啥事都让你给说了。觉得我说的对的，就是给我一杯奶茶啊！谢谢零 SIO 的红包，谢谢艾伦打工仔的秋天的奶茶，谢谢空调陈太郎的奶茶，谢谢雪溪地黄霞的秋天奶茶，谢谢给我晕车药的奶茶，谢谢第六神宇宙的奶茶，谢谢哦想和托福分手的夜蝶，谢谢，希望你新的一年就是完成你心中的愿望，达成你心中的目标。谢谢你的夜蝶，那个和托福那个早日分手。谢谢，你看人家多懂事的红包，什么我锐评什么什么锐评，我哪有什么锐不锐评啊，真无语。谢谢湖人总冠军。对，哪有什么锐不锐评的。谢谢北极熊出没的拜年，谢谢你，就是祝你新的一年，然后多看看我，然后祝你新的一年就是多喜欢我，越来越喜欢我。祝你新的一年每一天都非常的快乐。什么难得有人给我带流量，我也没有说他不好呀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就是非常 rare 的。你知道我们干我们这一行的，就抛头露面的这一行，最怕什么？最怕的一个字。最怕四个字叫什么？无人问津。然后叫什么来着？谢南方兰州的吊坠。我今天我弟说我是超级梗王，谢谢平光白，谢谢你的虎虎生风，然后祝你新的一年虎虎生风起飞，像这只老虎一样，哎呦飘起来了，飘了飘了飘了。哎，没有说要祝你新的一年要飘了啊，就是有这个飘的能力啊，但是飘的心态你随意吧，心里飘不飘随意，但是身份得飘啊。什么问我番茄鱼和缺德君我更喜欢哪一个，我都喜欢都喜欢，端水达人非常都喜欢。然后就说到我弟说我是超级梗王，说抖音说的啊，不是我自封的，抖音说的，他说我抖音说的，我也是听说啊，我没有自称过啊。然后我妈就问我弟梗王是什么意思，我弟说就是非常搞笑，我说哎，我说不是非常搞笑，就是很有梗。然后我妈就说很有梗什么意思啊，我弟说就是非常搞笑。然后我弟意思也说啊，随便吧，有梗就有搞笑就搞笑吧，咱就当个搞笑女也不是什么坏事。我弟多大？我弟他上四年级。对，我今天终于问清楚，我之前一直以为他二年级，原来他已经四年级了。对，然后马上就是四年级下期了，四年级下册。什么？家里人都知道我在外面有一份大事业。没有啊，我回去吹了的，我干啥我都吃啥我都拍，我说我妈说你拍这干嘛，我说我现在是美食博主啊，我拍个视频播放量可高了。然后我妈就说有钱赚没，我说还是有。我说但是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。谢谢王瑞琪的荧光棒，谢谢炸山不是爹山的巧克力，谢谢。然后那个叫什么来着，今年的春晚你们看了吗？我就看了一个节目，沈腾的那个小品，因为我刚刚准备直播的时候，然后后面那个
外面听到电视里边说沈腾带来的小品，然后赶紧冲出去看了，然后发现也还行吧，就是可能我对沈腾的期望值太高了，就我觉得非常想看他的这个节目，然后看完之后发现就还好。张小斐那个啊，我没看，我听到了，刚电视里面在念，但是我没有看，因为我在开直播呢。高开低走，确实，而且沈腾这个角色有点欠打，就欠人那么多钱不还，然后还有理，把那些叫什么当老赖，他还赖上那个叫什么来着，他还赖出底气了，就感觉这个角色有点不太讨喜。春晚我没看，我都没看，什么正在锐评什么呀，演出来了，确实就是确实很过分。我代入了一下，如果我是常远，我是艾伦，我真的得气死。不是说今年春晚，我在 B 站上面刷到非常多春晚预测，都说有生三胎还是什么，生接三娃还是什么，就是说今年的春晚小品预测，也不知道会不会有。对，催生就非常的，说实话，如果真有，我还挺期待的，到底会演成个什么样。当然我看不看这个节目不重要，我想看什么，我想看观众的反应，我想看热搜，然后想看看网友的评价，这个才是最好看的啊，节目本身其实其次。哎，第一个小品就是啊，真的吗？我都没看，我都过了啊，催过了。第一个哦，那等会儿一定要去微博上面看看热搜了。对，看网友的评价才是最有意思的。看无语了是吗？我锐评什么春晚？我看都没看，我哪有什么锐评？我没看，我至少也得评看了才能评吧。我就看了一个节目。人人都喜欢锐评，确实我是会比较喜欢看这种就是网上那些网友他们的评论，因为很搞笑啊，就是就很真实。开心麻花好一点吗？哎，我嘴真的好肿啊，我这肿成雷震子，我到底是吃了啥，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吃了啥。看一些 UP 吐槽是这样的，我想想，往几年肯定都有吧，往几年也有很吐槽。去年的小品我都看了啥？去年小品我还真不记得了。对啊，很凉快，穿得很凉快，因为在凉快的地方。被咬了一口，不知道被什么叮了，就是非常肿。然后我跟徐婉玉说嘛，我说我拍照片，我说徐婉玉你看我嘴肿了，非常丑，那是非常丑。然后徐婉玉说我是四川的拿放妹，我说什么拿放妹，他说你不知道韩国有个拿放哥吗，他说你就是四川的那个拿放妹。然后我还去搜了一下，确实有点像。什么看春晚不如看我直播，那我肯定还是没那么有意思的啊，因为我属于有话题我能聊，没话题我真的是尬的不行。你看我看我刚刚讲这个，你们就没有 get 到我的那个梗，你们就没有 get 到我的那个梗，说明你们不认识，你们跟我一样不认识。你们来给我带话题，没真没看春晚，等我直播是吗？这么贴心。那你也给我带个话题，哦，别人都生三胎了，自己却想生，明年就努力啊，明年一生三胞胎，我祝你明年生三胞胎。这有啥，你想生你就生呗。什么只看我直播是吗？家里催晚春晚催，家里催晚春晚催，嗨，这个你就是想生三胎，这个你们也得考虑一下自己的情况啊，自己的情况。有的人在这单身没结婚，在这说想生三胎，我觉得你真的是想的有点远。
祝我推明年不摸鱼。哦哦，你就啊，哈，你这个居心叵测啊，就是想让我明天哎，明年哦，365天，天天营业，天天就是非常哦，事业心100%的偶像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我天天都能见到刘贤，我好开心啊，每天都能见到刘贤。不，我祝你的推明年多摸鱼少，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明年就是尽可能多营业，尽可能的多营业。什么？我的白历史比瑞平多，没想到我以前那么可爱，什么意思？我现在不可爱了是吗？我现在也很可爱啊，以前不就是一个叫什么来着？以前只能说比较青涩。不要考古，不要考古，不要考古，真没意思，考古真没意思。我那天刷 B 站还看到我男装，哦，我天呐，我男装真的是辣眼睛，真的。但说实话，也不说辣眼睛吧，只能说是看着就是不帅，就是没有那种帅气的感觉。对啊，我一直都很有意思的，是吗？对啊，你就不能祝我发大财吗？真的是。狮子座，别提了好吗，朋友们，不要提了，不要提了。以前脸确实圆，其实我现在脸也圆，我现在脸也圆，我现在脸为什么尖呢？是因为我开了瘦脸啊，开了瘦脸。你要点什么歌啊？你现在就是在这个 K 歌模式点歌吗？我没用过这个 K 歌模式哎。点歌设置，点歌价格，这个我还没用过哎。抢了5位数红包。5位数红包，有钱人，你抢了5位数的红包，你不给我发一个拜年，你好意思吗？啊，好意思来我这边炫耀吗？炫耀你不发拜年，哎，不够朋友啊，不够朋友哦，今天除夕哦，不能这样哦。对，我是脸是挑角度，我脸挑角度，我这样就非常尖，这样就圆了。哎，前提是我没开瘦脸模式的时候，确实，那个会比较圆，因为我没有设置呀，我没设置呢。我点歌，我看看啊，我设置多少？1500吧，这是我平常点歌的价格。嚯嚯嚯嚯嚯嚯嚯，那先便宜点吧，先便宜点吧。因为我现在还有好多歌没唱呢，先1000吧。但你们不要点啊！你现在不要点啊！你现在点，我没时间给你唱哦。马上充值，他充完就去别人房间送，他就忘记我了，他就只是在我这儿炫耀一下，拿了5位数的红包，太过分了。可以当 BGM 不唱是吗？刚刚那个可能不是我，哎，可能不是我妈的消失，可能是我弟。还能这样？那你们点吧，那你们点吧，那我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我给调便宜点吧，500吧。哎，我都从1500到1500了，我的天呐，真的这也太便宜了，可以说是。等我方便啊，那我还是先那个吧，我还是先转回1000吧。但是我知道现在没有人会点，因为你们点我也没法唱，我现在嘴都是肿的，我在房间里给你们直播也没法唱。我唱歌唱大声一点，我爸他在外面听得可清楚了。便宜点当 BGM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那我还是改吧，500一首，随便唱，建议不点，能点你们点那也行。然后叫什么来着？投体重的 MC 话题，因为你投了我们也不会选的。对，就是非常的，你别说，你说我整个我包括这一块儿的那个上火了，你看到这块儿直接裂开了，这块红的这一块儿能改啊，能改。我现在是500个鸡腿，多喝椰子水。我来这边还没有喝过椰子水呢。等我好了，那可能要等我回成都过2天吧，可能得。然后，
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哎，突然想念和大家一起在三亚的那段日子。更新了，我更新新版本了，没有吃椰子，确实没有吃椰子，这两天没有吃椰子。这几天回去看电影吗？我这几天在看那个，我在看《庆余年》，对，就是很老的电视剧，前几年的电视剧。三亚跟朋友一起来玩非常好玩，跟家人一起就还行吧，当然我觉得是有钱就怎么样都好玩，有钱怎么玩都好玩，嗯，没钱的话就要考虑很多，因为来三亚就是住酒店啊啥的，你就要考虑很多，就没办法玩得尽兴。看到31集了，这里面每次说什么叫，因为他叫范闲嘛，然后我叫刘闲，名字跟我很像，然后每次听到就觉得哇，好有亲切感，就好亲切啊。我再一看，我都看了20多集了，我都忘记我看，反正20-30集了，反正看挺多了。对，看喜羊羊，就是很有童心。庆余年什么后宫的啊？庆余年不是，庆余年是那种大男主爽文。W 闲，笑死了！其实我在里面，我最喜欢角色是谁？我最喜欢角色是范思哲，因为郭麒麟那个角色太搞笑了，因为非常搞笑，非常有意思。就每次他一出来，我就觉得哇，就是全剧的喜剧担当。拍出来这个电视内容就变得非常好笑，非常好看。对，范思哲，江夜没看过，等我看完了再看，推不推荐看？我目前看了一半了吧，我觉得挺好看的，真挺好看的。赘婿嘛，赘婿不就是那个郭麒麟和宋轶演的吗？喜欢林婉儿，确实林婉儿也不错，漂亮，李沁漂亮。然后点了因为喜欢你，那我现在要唱吗？这怎么唱啊？哎，可是你点了，我怎么这边没有啊？我这边没有啊？什么时候开始唱啊？我怎么听不到啊？谢谢银的红包。《喜羊羊灰太狼》是一部很有深度的电影，关于梦想。哦，不看。哎，哎。有人点了因为喜欢你，可是为什么我这边没显示啊？居总的红包抢了40多，嗯，然后王总的红包抢了40多，叶总红包抢了20多。对呀，我抢三个红包还没有卢天慧一个红包抢的多。嗨，哎，我想知道就是这个他有人点歌，为什么我这边没有显示啊？为什么没有显示啊？为什么没有显示啊？点了就你们能听到吗？有人点了因为喜欢你。对，居总啊，小居前辈。小居前辈每到就是除夕的时候都会在N队的群里发红包的。我要放一下，我怎么放呀？我看一下。我怎么放啊？音乐、音效、继续。我这边只能点结束啊。我这边没显示啊。怎么显示啊？但我这边能，我眉眼好像一个大，有吗？有像一个大侠吗？可能是因为我眉毛最近都画得很那个，很男人。点问风啊，我不会唱哎，没够时间结算不到，我对，我这边没有显示，音量也没有，音效也没有，是不是一定要戴耳机才能唱？我没戴耳机怎么办？我耳机去哪？我耳机也不在这儿啊。我更新了，更新，这是最新版本。切歌，可是这样歌就切掉了啊。那我直接给你唱吧，只因为喜欢你一直在这里人群中看着你啊。我唱的好难听啊，我觉得我现在不适合。我不适合，
喊着你那优雅的背影，将你想象成雨过天晴，一直温暖我心底。只因为喜欢你，一直在这里，要让你仔细听我甜蜜的言语。我的世界因你而美丽，你是我的奇迹。然后我好多朋友过来就是，只因为喜欢你，一直在这里。对对对，没错没错，开了那个电音模式啊，朋友们，电音电音，触电的那种感觉。完了完了 ，barbecue 了，完了完了。对对对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要这种效果，就是现在说话就一个电音的效果，就是祝大家就是新的一年就像闪电一样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闪电一样接一步冲天啊，一步冲天！哎，闪电是从上面下来的，哎，总之就像闪电一样一鸣惊人。我评价电影特效我都听不到，我怎么能听到，你们才能听到，我这边听不到，我这边没有二级回返那个二返。完了完了 barbecue 了，完了完了，什么，我电快不够了，谁来给我充个电？ 笑的要死。确实人大概一年没收过充电，要来发电了。好的好的，不用谢，不用谢我，不用谢我，一杯奶茶足够了，不用谢，你们直接说谢谢了，送一杯奶茶就够了啊，不用多谢，谢谢乌冬的九天奶茶，谢谢林 SL 的奶茶，谢谢荣波奶茶，谢谢给我晕车药的奶茶，谢谢，哎，不用谢，不用谢，谢谢空调成太阳的秋天奶茶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嗯，谢谢湖人总冠军的奶茶。然后我还是把那个调回来吧。我调什么？外国人，外国人，这是外国人的声音吗？我现在就是一个外国人，外国人。我这个敌人印就是非常有力、非常厉害的人，就是霍格沃茨。只有我来自霍格沃茨，我用我的魔法，让我的声音变成了一个外国人。谢谢你看人家这种事的红包，我觉得电影老牛了，特别厉害。我还有擎天柱的特效，真的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会魔法呀。你们这麻瓜当然不懂啊，你们麻瓜懂啊，那还得了，我的天哪，你们在想什么？分手快乐，可以啊，分手快乐，可是我现在我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唱啊，分手快乐，分手快乐，我太会唱了，不得不说，非常非常非常会唱。有人说我这个声音很性感，有人说就是有人很喜欢这个声音叫擎天柱，现在这是机器人的声音。有人说是猥琐大叔音，但其实有人又觉得很性感。唉，分手快乐，用擎天柱的声音唱分手快乐，那有点。那就不是分手快乐，那是我要打死你，敢跟我分手。我还是关掉吧，关掉。我有很多盐饭是吗？我怎么没有见到？我怎么不知道我有很多盐饭？我有很多叫什么来着？瑞平饭啊，对，有很多饭饭，就是叫什么饭饭，就是为什么呢？就是每天看我吃什么饭，然后来饭上我的饭饭。对，为了饭而饭，盐饭，谢谢大家盐饭，就是像你们这样盐饭的人，真的，我的盐饭真的不多了，我要珍惜你们，祝你们就是拥有一个快乐的过年假期。我可以点，我可以唱《分手快乐》啊，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给大家唱歌，我一直不明白这个。哦，啊，我看到了，有人点了。原来是在这儿啊！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哦，开始了。
原来是在这儿，我终于知道了。九点了，老明天还上班。演唱完成了，不不不，这会儿就要唱完了。嗨，这谁点的？我真是醉了。因为哎，点情歌王的这个有点过分啊！你不能借着我现在就是这么便宜，你就给我点情歌王啊！过分啊！这真叫占人便宜了，不行这样，你必须给我补个拜年。老师，明天不上班，说说咋失败啊？老师，明天不上班，我想咋来我就咋来。明天不上班，哎呦，这个怎么唱啊？这个怎么唱啊？救命啊！老师，明天不上班，哎呦，我那天勤到八点，听到闹钟在那儿喊，瞌睡都没睡醒，老头都是别人是不的，在那空中，公交上广告唱。天子呀，地主角，你还让不让人活？哎呦，这个好，老子明天不上班，不用去八点挤公交。老子明天不上班了，明天我要去啥？老子啊，所以，老子明天不上班。有。
现在听得见吗？老子两年没上班了，也没待过国外，过的是川外，川的生活才带我翻了一般说不喜欢的山了，向往写我哎我在在我生命的斑驳，文明的干涸，老子狂欢了，我给你空气给你换什么什么什么才哎哎我说不来四川话了，朋友们我说不来四川话了，哦好快好快，这个就是饶舌吗？绝对确实打结了啊。你不要说老子没得本事，不要说老子没得本事。我不会唱了。我看到了，金宇太没点了啊，这个人啊过分啊，整我啊，我切割了。我都不用开伴奏，我现在就听这个默唱的每一首。听过第一首爱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，我越来越爱你，最爱你的是我。就是非常会唱，来吧，我的名字，升个调啊，升个调，这个应该怎么调啊？升降调二三。你装着我的名字，我是大人的语气迎着你，你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，沉醉的以为我现在唱 rap。 为什么啊，捂着嘴唱，因为我唱歌的时候我牙齿会露出来，我把我牙齿挡一挡，大家理解一下啊。唱 rap 点完唱的情况不要再点缀了。捂着嘴唱自信多了，唱
多露牙齿，也可以的。刚刚我看到视频，看到合适的灯光棒，我突然想。分手快乐那位朋友送你就是这个荧光棒是吧，你直接在我的那个点歌台里面点吧。对，没有点歌台的可以更新一下版本。对，这指甲是我新做的指甲，虽然我的手有点丑吧，但是，哎，下一首歌《情歌王》唱完了吗？这是哦，演唱结束了。来，朋友们一起唱《情歌王》啊，《情歌王》。但有的版本有几首歌我可能哎不会唱。怎么不唱啊？怎么不开始啊？哎，怎么不开始？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这首歌真的是，你看我说话第一句，哎，你不是因为，我要拿个歌王，歌王，拿个歌王。爱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。我越来越爱你，每个眼神。你看下一首，哎，触动我的心。最爱你的是我，不在你怎么爱我？你怎么分开了？不痛的爱，你说什么都做。如果这就是爱，再加上就该勇敢留下来。我不敢唱大声了。有人说我整嘴唇了吗？我真的是醉了，刚刚说了，我不知道吃了啥，嘴就最近肿的跟雷震子一样。小声的唱啊，小声的唱。来猜下一首。好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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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你在一起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。哎，我唱的我要断气了，要断气了。天天都是要你爱。下一首，你看，嘿、哎、嘿，天天都是要你，好难唱啊！开始总是分，人间遥不可言，谁都以为约定他永不会，总之那几年，背背背背背，你看，你看，很厉害。这怎么掉啊？我就会开始要失去你的耳朵，你却又想要回我，爱我还会打。哎，下一哎，忘记猜下一句。至少是在。
不记得，情歌王确实太长了，好多歌也确实想不起。连麦了，赶紧连麦，救我的人来了，来得妙。嗨，瑞杰，谢谢你救我于水火之中。怎么的呢？谢谢，因为刚刚有个人点了个情歌王，我想，哎呀，怎么还唱不完？然后你的连麦就来了。啊，那我岂不是打断了你唱情歌王？哎，太好了，非常好，祝你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呀！我就你怎么东北口音啊？有吗？有东北口音吗？我在拜年，然后我拜到你了，就是刚跟这个肥肥他们一个一个拜年啊。对，一个一个，因为没事干呀，就在这里拜年，然后拜到你了，看看你哦，你在三亚对不？对，太羡慕你了，我要冻死了，我的手，我在这边好冷的。你在哪里啊？我在，就是我朋友，哎呦，见人我都要说一遍，因为他在南方，他这边不开空调，因为开空调他身上会过敏，然后就是只能生扛，就是对，生扛，所以就很冷。我们在三亚那边，哎，那你过太好玩了。那你过年怎么也没回家呀？因为我跟我爸妈在三亚。哦，你爸妈在三亚，哦，那挺好，全家在三亚。我们是一家人来的。哦，我还以为你自己玩。哦，真好，羡慕羡慕。点双人歌，谁现在点个双人曲？啊，什么双人唱歌？谢谢蛋饺饭的梅花。这么突然吗 ？YNNQ 的红包，谢谢瑞姐。那你这两天应该挺好玩的，有拍美美照片吧？有拍一些。我只看了你发那个小黑裙的那个。对，那都是我妈给我拍的。哦，挺好看的。我现在对三亚是怕了，我现在一怕我就怕身上又要得那个东西。对，我感觉我现在腿上又长了一个，也不知道是被蚊子咬的还是被虫咬的。你进去了吗？你如果没有进去应该还好吧。我就不敢进去，我在水上那个踩了一会儿我就出来了。哦，还是有点痒。但是好像还是有点。那你还是小心一点。嗯嗯，挺好的。年后再见瑞姐。是呀，新的一年加油加油加油，一起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你继续你的情歌王吧，拜拜，你们也喜欢那个小黑裙啊？哎，我觉得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就是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那条裙子，然后我妈也说那条裙子非常好看，然后我发 B 站，然后 B 站竟然有人说像孕妇装，我说啊，孕妇会像我这么穿？会像我穿的这么好看？怎么办啊？就是，刚刚唱歌唱到哪首歌来着？唱到爱我别走。如果你说你不爱我，不要每天分着说出口，再给我一点温柔，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，再多一点点问候，不要一次重新来过。让我一直等着，等着时间再多一点点，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，你说你想要逃，哎，是这个顺序吗？偏偏注定要落脚，心越乱，爱稀了，剩下能寻有伤。离别虽然太遥远，说再见，再见，什么？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总在相爱的世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什么是听海哭的声音，是谁的声音悲伤的心，想你身上的味道，我想念你的，我想念你，是大概就是这么唱的吧，味道，对，没错。
刚那个分手快乐是误点了，他给了我荧光棒，然后他现在可能我封面好看，确实就是给我微博点点赞吧，我发微博上的，你们可以去看看，微博、小红书、B 站全都发了。刚瑞结束我东北口音，我可能在三亚这边被东北人给带的。谢谢绅士大红脸的红包。但说实话，我就是其实非常努力的在学东北话，就一直在学，学了很多年了，但一直都没学出个名堂。什么情歌王？我唱完了。我想想，情歌王后面什么？明天我要嫁给你了。明天哦，这我唱过了。什么点了爱河？我的天哪！可是爱河。我不会唱呀，我的天，你们就不能点点正常的歌吗？你们点这个爱和什么戴的项链？我没有戴项链，我没有戴项链，我不会唱，我不能点，不能点父亲。你看他一直对，什么项链？这是我的痣，我胸怀大痣。什么我的项链啊，你家项链这么别致的。可以跳舞？不能跳舞。你看它爱和显示即将开始，但是它也一直没开始呀。你看我显示爱演唱中它一直不开始，它就把这个时间在这儿耽误着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说你想要他，偏偏注定要落脚，裂了，爱熄了，剩下空虚要不要伤离别。你别点，我现在卡在这个爱河中间了，他现在卡在这个爱河中，他现在不知道那个叫什么来着，他现在卡了，然后唱不了。哎，没有话题聊了，朋友们，你们想想话题吧。我播到最后半个小时，播到11点我就下播，朋友们。然后咱想想话题。没话题了呀？对呀，没话题了。你点不了，你是未成年。未成年还不能点歌啊，这限制，这要求真的是有非常严格了，可以说是。哎呀，我点不了呀，我唱不了。我要点歌，我自己来点了。天哪，怎么这么多歌都是卢天慧的歌王啊，我天哪。哎，你身份证的后四位是好多？0927。我在直播。谢谢给我晕车药的虎虎生风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祝你新的一年就像这个老虎一样虎虎生风。然后叫什么来着？不是，我要下了。我刚刚我妈问我身份证的后四位，我寻思我在直播间里不能说这个吧。你看他爱就卡在爱河了，他现在就不出来了，他就卡在爱河了，他现在就出 bug 了，那怎么办呀？我现在切歌结束我也点不了，就是，出 bug 了他。没事，我已经用我的手指给他比出来了，比出来了54321。最爱你的是我，否则我怎么，否则你怎么让我。对，他现在是卡了，我既结束不了我也唱不了，他就卡在这儿了。没有办法，我们就只能聊天了，就当他
卡住了。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，你说什么都做，我这就是爱。点个系统经常卡是吗？我是想看看别人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别人就是好多歌网啊，有一次总有一天我也要那个叫什么充一个歌网。可是这些歌都好少啊，人气点唱热门。哎，想突然想唱歌，但是他又卡住了，没有办法。什么？比如哪首？非常多啊，你们去看啊，太多了，我跟你们列都列不出来，非常多，可以说是。我想当哪首歌的歌王？我想当所有歌的歌王，哪首歌都行。没话题聊了，朋友们，没有话题，没有话题聊了。不知道该聊什么了，不知道该聊什么了。然后我刚刚已经忘了聊了好多呢，大概我也忘了。看春晚没有看春晚，聊了一点点春晚了，但是也没有怎么看。歌王是怎么行的？说实话我也不知道，我下次 KTV 我想想。这样吧，等我回成都，回成都了之后我模仿一只兔。我凭什么要给你模仿一只兔子？你叫我模仿就模仿啊，你多大牌？我也不知道歌王什么标准呀，但我想应该是感情比较充沛的能当歌王吧。那我下次也要感情充沛一点，因为我看了一下，像这些歌王啊，我看一下这些，你看这些歌王啊，知心爱人的歌王是柏辛宇乘以卢天胡晓慧，小酒窝歌王柏辛宇乘以胡晓慧，今天你要嫁给我柏辛宇乘以胡晓慧，然后卢天慧占据了非常多首歌王，我觉得这应该是感情充沛就能拿歌王的，所以我下次一定要感情充沛的啊，感情充沛的然后唱。我凭春晚，我凭啥？我看都没看，我凭啥？哎，我妈妈是没给我关门吗？谢谢飞龙23333送的10个虎娃娃，谢谢。我人均卖宝，我可是歌姬好吗？虽然我经常翻车，但我好歹也算是一个叫什么来着，实力唱将。因为我感觉能听到外面春晚的声音非常大声，但是又好像关了门了。我刚看了。会弹尤克里，我现在不怎么弹尤克里里了。我说可能已经忘了，我需要复习复习。但是我因为我学了吉他之后就没有弹尤克里里了。我觉得他很搞笑，他剪我多少年前，我都不知道多少年前的弹尤克里里的视频。我那会儿长得跟个肉包子一样。他怎么不剪我最近这一年两年我弹吉他的视频？我天哪，现在的还有不少的人以为我还只会弹尤克里里，真的还有不少的人说刘贤的特长尤克里里啊，但谁都不知道我早已不弹尤克里里，转战吉他。真的真的真的非常多的人。成都彩虹后来不，还有爱我别走，还有什么，还有晴天。哼，我会拿首曲子可多了。没错，吉他比尤克里里。你给我说这些，我会吉他呀，我吉他水平跟尤克里里水平差不多，就是造诣都差不多啊，就是入门的水平。告白成现在，但这不属于拿手。对，会弹的老多了。还有我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小雨，也是非常会弹。谢谢二手电风扇和的红包。我不会弹情歌王，我天哪，谁会学吉他弹情歌王？弹到手都废了吧。我狮子座唱得很差。对啊，那就也就比你好一点点吧。
确实，我也没有说我狮子座唱的好呀。你觉得唱差那就差，那毕竟也是几年前的我了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嗯，那你觉得不开心，你就冲去视频里面把我打一顿吧，你干脆。我没有多才多艺，我今天拍了，可能也有50多张照片吧，然后最后选了一张出来。真的，我360度每个角度都摆了一些 pose， 最后选了一张出来。吉他什么时候搬上台看？找时间再弹一遍狮子座。不弹狮子座。我喜欢侧身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发现我的嘴肿了吗？就我现在嘴属于一个非常肿的状态，我一拍正脸，我的脸嘴就跟个香肠一样，只有侧脸我的嘴会好一点，特别多崩突，不是我张嘴说话就是我眨眼，特别不是不敢张嘴，而是我没办法张嘴。第一个我张不了上嘴，第二个我没办法张下嘴，因为我一张下嘴我牙齿又露出来了，所以我就是现在就是一个嘴巴动不了的一个状态。反正就是我正面特别难看，而且侧面好看一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人要秀出自己的优势，因为我侧脸好看。哎，对。对，我们现在我是在民宿，我们住的一个民宿。谢谢废弃园大宝贝送的红包，虎年进圈，谢谢你的祝福，我会努力的。什么我不敢骂人，我跟你讲，我只是嘴动不了，但是我不代表我舌头动不了，好吗？我跟你讲，别惹我。刚刚是不是你点的分手快乐？你在点歌台里面点，你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我用富，我现在几乎就是一个富裕的状态。我没有自带项链，哎，这是头发，这是我自己的痣啊，我的痣，我胸怀大痣。没有，刚有人问说刘仙你是戴了项链吗？我天哪，谁会给自己买一个这种黑色的项链？对，就是一颗大痣。但我听说就是说身上有长肉痣的容易癌变嘛，我在想我什么时候干脆去那个切掉。我什么戴黑色项链啊，我天哪，我真无语。然后在想会不会是我那天吃的那个海鲜给我辣，给我毒海鲜，然后也不知道，再说吧，反正到时候上公演的时候就好了，可能过几天就好了，我也不知道。确实，施华洛世奇新款黑钻隐形项链，什么玩意儿？那这个施华洛世奇，我这是半永久项链好吗？半永久，确实半永久，从我生下来到现在就一直戴着。一天不看我瑞平咳嗽是吗？啊，那怎么办呀？那你要去督促督促，就是剪视频的那两个 UP 主，你们说你们必须每天给刘仙剪视频。戴上耳机隔绝了春晚的声音，笑死了！我播到11点啊，11点我下播了，然后十一点就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哎。就感觉没有什么仪式感，真的很想跟大家一起跨年。那我们这样吧，就是11点就当跨年好吧，我们11点就当12点的跨年，我们到时候来个倒计时，我们来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行不行？谢谢奔三的虎虎生风，你今天好早啊，你今天不是凌晨来的。谢谢你的虎虎生风，祝你新的一年就是那叫什么叫什么来着，龙腾虎跃。龙腾虎跃是什么意思？就祝你新的一年就是乘风破浪。他往常都是凌晨1点不到1点他不会来，今天11点不到就来了。哎呀，这个什么这个炸烟花这个到底有什么用啊，我也不知道。准备晚尊，对，既然是跨新年那不一样。支付宝五福我都没有玩那个，我今天没集五福，因为我觉得那玩意儿不管用，因为我每年我就只能分到几分钱，我觉得还忙活半天，我觉得没什么意思。
对，11点跨年啊，1.88块吗？啊，那也不错了。所以你看吧，忙活这么久，就在这集个五福，你就整个1.88块，我觉得特别没必要。我干脆把我这个集五福的权利让出去，让你们多啊！我相信这个世界上集五福的人少了之后，就能让你们多分一点钱啊，做好事呢。我没看春晚，别叫我评了。我没看，我就没看。什么不如直播里骗一杯奶？什么玩意儿？我就是不想急，我就懒，我懒狗，我就不想急。微博红包多，有吗？微博红包和抖音红包多多，确实，支付宝赚我们这么多钱，抠得很。中央电视台，我评价中央电视台什么呀？我没有看春晚，没办法评价。我太富有了，看不上这几块钱。那这不是你就缺你给我送的一杯奶茶，你送了这杯奶茶我真看不起，知道吧？你送我一杯奶茶，我觉得哎，都有你的奶茶了，我根本看不起支付宝的这1.88块。谢谢飞泉大宝贝奶茶，确实啊。我刚刚看了一下，主持人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主持人和尼格买提。音乐被我骗，笑死。马凡舒，哦，可能因为我去这几年春晚都没有仔细看，没有注意看过，所以我不太清楚。整容成功范例什么呀？你不能空口见整容啊。然后叫什么来着？又没话题讲了。天下足球的女主持人 ，CCTV 五。我不太清楚，可能因为我不怎么看电视吧，确实不怎么看电视。嗯，海南，说实话，好玩也不难玩，就是你得看你跟谁一起玩，你跟朋友一起玩非常好，但我是跟我爸妈还有我弟一起玩，真的就只能说有点无聊。没有。我逛了2天街，会是为了买衣服，因为我不是没有衣服吗？然后去买了一些衣服，然后今天就去逛了免税店。我也想去东北，我想去东北。什么富家大小姐？我要是富家大小姐，那我不住五星级酒店，我租民宿。你看这个民宿就是很普通的这种民宿。我当然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我不住5000块钱一晚上的酒店。对，我买的衣服其实都是三亚的那种地摊货，但我以为是地摊货，价格还都不便宜，都是100多一件，然后买了3件。嗯，我去逛了2天，买了3件。民宿隔音不怎么样，因为我现在都能，我关着门我都能听到外面春晚的声音。我爸妈请客，跟家人一起旅行不就是爸妈请客吗？第三件还没穿过，因为第三件那个衣服不太舒服，就是这两件衣服穿着舒服，一般出门就穿这两件了。但第三件我能带回上海，我觉得那第三件带回上海或者公演穿都挺好看的。不是海景民宿，就是一个普通的民宿，然后普通的民宿就换成淡季大概是300-400一天吧，一天晚上可能。然后现在就还是挺贵的，因为临近过年了嘛，就花了很贵的钱，但住了一个很一般的民宿。对，我没有穿过，公演穿着出街吧，那还不至于，至少也是夏天的衣服。我公演我穿着那真的是有点那个反季节不太好吧。对，嗯，没啥聊的了。而且我这几天其实都没有怎么化妆，今天是我来三亚之后第二次化妆，前几天都没化妆，因为想着要出门，如果要拍照我才化妆，不拍照我就不化妆了。嗯，因为化了妆那肯定就是要拍照，然后今天实在是没找到地方拍照，就在我们吃饭的饭店门口那条街，我看着随便不行，就让我妈给我咔咔咔了几张。
我不知道现在公演结束能不能出街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出过街了。对啊，第一次化妆就是上次发的在海边的那个黑裙子。什么肉骨茶？我没吃那个，我们吃的是那个鲫鱼泰式火锅。我们吃的是鲫那个，对，鲫鱼，我之前在北京吃过一次，这次我第二次吃。我觉得还行吧，就还行吧，反正吃的挺撑的。我今天吃了两顿火锅，中间中午一顿泰式，晚上一顿那个重庆火锅。哇，谢谢哈利大叔的拜年，谢谢你，祝你新的一年像你的头发像你的头像一样，像你的头像一样财源滚滚。就是暴富啊暴富，走在路上捡钱。对，因为想吃火锅嘛。前段时间周边居民投诉多，现在附近都搬走了，是吗？哦，确实，最近那边要拆的都拆了，然后又搬走了好多人，说不定能出街了。对，我弟想吃火锅，因为我弟他就吃不来海南的菜，吃不来什么泰式火锅，也吃不来这个，吃不来椰子鸡。哎，我觉得椰子鸡都吃不来，我非常喜欢吃椰子鸡，反正就啥都吃不来，还是喜欢吃火锅。民宿嘛，民宿还行吧，就跟在你自个儿家里边住一样。嗯，就是真的就是住进了自个儿家里，就跟酒店还是有蛮大的区别的。就租了一个两室一厅的民宿。哦，谢谢露西亚的虎虎生风。就是你看这个老虎非常的可爱，哎，它冲进去它飞起来了。祝您新的一年也是就是各个方面飞起起飞飞起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就是叫什么来着，顺道飞起。谢谢国立城的城送的虎虎生风，谢谢你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老虎就是橙色，说明你新的一年真的会虎虎生风，就像这只老虎一样。好的好的，2017年在乌镇住的民宿200元，太羡慕了，简直是太羡慕了。我觉得我们今天住这个最多也就300-400，但是其实很贵，因为没赶上好时候。我啥时候回上海我还不知道呢。谢谢蛋饺饭送的10个红包，谢谢特里家的虎娃娃，谢谢你们。最后十分钟聊完，最后十分钟然后我就去看春晚了，就不能跟大家一起跨年了。十分钟后咱们准时一起跨年好吧，就是想跟我一起跨年我们就提前跨年，就不准那些什么什么仪式了。十分钟后11点我们就当12点来跨年。好的好的好的，一边听我直播一边搓麻将输了一晚上啊。我就说为什么我今天晚上这么尬，原来是因为你一边听直播一边搓麻将一直在输，就怪你就怪你，你把我整尬了。你什么时候能赢一下啊？怎么外面电视没声音了？一边听直播一边打，那你能专心的打游戏吗？谢谢魏迪的红包，谢谢你。外面怎么没声儿啊？外面没声儿了，他们不会出门了吧？没有被骂，我去的时候我妈差不多就消气了。主要是当时我弟在调皮，然后我妈就打了我弟，然后当时氛围就特别那个，估计我妈就需要一个出气筒，然后你给我打电话，然后就是反正就是一顿说。我弟弟不好奇，他现在还小，他没有好奇到这个份上，好奇的其他东西太多了。一边直播一边背单词，那你单词能背下去吗？什么疫苗环节？哎，我真的听着没声音了，我好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怎么都没有看春晚呢？
什么评价一下，你们说的这些事我都不知道，我最近没有怎么上网，我都不清楚。有职业选手带你，哦哦，真不错。看我公演看，我什么声音都没听到呀，我可能睡着了，但是电视也没声音了呀，怎么回事啊，怎么回事啊，我想看看，我去看看，我把手机先放在这儿，我出去搂一眼。到没开电视了？嗯，还没有，还有等你几分钟，我11点我就出来，电视咋拍了？我这里头都没听到窗外声音，我说你睡哭着了，所以说，都没跨年了嘛？今天是不是有点冷？还没跨年咋睡了？你们有点早睡。哦，好吗？我再播几分钟最后。因为那个叫什么来着，我爸和我弟去睡觉了，所以我妈就把声音关小了，但是现在只剩我妈一个人在外面看。因为明天我们会很早就要起，很早就要起床然后出去玩，所以他们就去睡了，然后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养精蓄锐。所以我说都不跨年，怎么都不跨年。谢谢，你看人家豆豆是送的金吊坠儿。为什么要早起？因为要早起啊，因为我爸妈他跟我们不一样，他们肯定是时间比较阳间的，然后那个叫什么来着，肯定要早起，然后玩一天，然后晚上回来天黑了就睡觉。如果是我肯定就是睡到自然醒，我再出去玩，天黑了出去玩。有，我刚刚看的有人放烟花，要我最后，我等会儿11点我就下播，11点我就准时下播。对，白天不出去玩就是浪费时间，我妈就这样觉得，她觉得我天天在酒店里面睡觉，天天都在浪费时间，不如不来。我现在不在酒店，我现在在我们租的那个民宿。你说是南山观音吗？没有去，我感觉最近这几天去烧香的人应该非常多。唉，我今天起码听到了20遍有人问让我锐评一下今年春晚，不，我要说我没看，没法锐评，我没看。你要去上课了啊？哦，好晚啊。好吧好吧好吧，加油加油，上课加油，别看手机了。然后最后4分钟11点准时下播，海外党，确实，加油吧，加油吧，海外党不放春节呢，这确实，感觉亏了啊，亏了，年份要开始，嗯，我家我爸都睡了，还有三分钟后我就那个下播，好，3分钟后咱们一起来跨一个跨年，3分钟后跨年。你别在这给我带标题，根本就没看。什么叫不屑一看？我就没看，我没时间看，我不这不直播呢吗？你这些人真的是，别除夕还给我带节奏啊！别在这瞎说。我妈不会吃宵夜，我们刚吃完，撑得要命。明天不知道，明天再说吧。明天能播就播，播不了就没有办法。反正等会儿我妈肯定是要等到跨年，然后再睡觉了。明天要起太早了。对，明天播不了也会给你们发照片的，放心放心，肯定会。但是我衣服一共就只有三套衣服，我穿来穿去就那么几套，可能明天还是今天的，或者是前天穿过的衣服，说不定。嗯，哎，谢谢北极熊出没的舞狮，谢谢你，祝你新年快乐哟，新年快乐，大年初一吃汤圆儿，
大年初一应该是吃饺子吃汤圆，哎，总之大年初一吃得饱饱的。谢谢北极熊出没的五十，最后两分钟啊，两分钟后我们就一起来夸一个我这边的年，我这边的年。对对对，不要紧张不要紧张，春节那天穿黑色无所谓了。谢谢那个北极熊出没的又一个五十，谢谢你。然后跨马上跨年了，跨过过去的一年，跨过所有的不顺利和不开心，迎接新的一年。还有30秒吗？天哪，我这边显示还有1分钟呢。谢谢空调成太郎的巧克力，谢谢那年花开半夏的虎娃娃。我来倒数，我怎么倒数啊？5 4 3 2 1 0。谢谢乌冬的红包，还有虎娃娃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还没有新年快乐呢，你没到时间呢，还没有到时间。不过这不重要了啊。好，哎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虎年虎虎生风。那个词语我最新学的一个词语叫什么？虎变龙争，祝大家就是飞黄腾达，发大财。什么？谢谢露西亚的红包，谢谢 K02的红包，谢谢你看人家多懂事的虎虎生风。谢谢你，希望你新的一年顺风顺水，万事顺遂。谢谢空调成太郎的荧光棒，谢谢飞行员大宝贝的荧光棒。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希望呢新的一年我可以得到大家的一人一杯奶茶。谢谢，我是一个大奶瓶的金吊坠儿。谢谢来碗乌冬吧的奶茶，谢谢 Lucky 的奶茶，谢荣波的奶茶。嗨，什么又开始了？就三杯奶茶，这什么又开始了？也没见你给我送奶茶呢。哇，谢谢北极熊出没的拜年，谢谢你，就是小贤，现在给你拜年，希望你新的一年越来越瘦，越来越好看。谢谢 K02的秋天奶茶。谢谢露西亚的奶茶，谢谢0SL的秋天奶茶。什么我好温柔，以后我什么时候，我一直都这么温柔啊，你有问题吗？我一直都这样好吗？然后好吧朋友们，下播了。我想看东东的上厕所记录，你这个有点变态啊，不得不说。我是不敢说太大声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拜拜拜拜，下播了，真的拜拜。好了好了，拜拜了，拜拜拜拜拜拜。诺诺应该不会自己开门，应该阿姨会上锁的。拜拜拜拜拜拜，祝大家。好了好了，走了走了。哎，有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事情想要跟大家说，真的就是比较重要的事情，差点忘了，就是那个我就差500个鸡腿凑整，就是想要一个完整的数字，真的就差那么500个鸡腿。然后就是哎，确实非常重要。谢谢0SIO的红包，谢谢露西亚的红包，谢来往乌冬的奶茶，谢谢微风细雨的99个荧光棒，谢谢哎，这是个好人，谢谢 Win 17的红包，谢谢 K02 的红包，就是哎，咱现在凑够了啊，现在凑够了，我下播了，谢谢微风细雨，谢谢你的100个荧光棒，谢谢大家，就是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大吉大利。好啦，走啦走啦，拜拜拜拜拜拜，等他荧光棒刷完吧。9798999100，好啦好啦，拜拜拜拜朋友们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新年快乐，拜拜拜拜。3 2 1走了走了。